哎，真的，咱一会儿是不是还得搁这边收拾收拾啊？不用收拾了吧？哦，我们要把对，哎，大靖同学提醒的非常好，是吧？提醒啥了？说明大靖同学非常这个有觉悟啊。我错了。我们要把餐厅收拾一下，我们再能去休息。好，大家现在刷盘子，动起来吧。Let's go。我刷碗。咱这没垃圾袋不好啊，咱这还是得弄个大垃圾。你会吗，九州？会啊。交给你，这事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你老放心了是吧？先放肚子里了。你洗啊？我刷吧。可以啊，九州。可以，能干。能干呀，九州。做饭不会，刷碗还不会吗？这葱油扔了吧，倒了吧，没用了。有冰箱保鲜做不错啊，可以可以。完了，那我们这毕业了，直接结业吧。我宣布，那就是到此一游了，那就是。我觉得下次别用这么多碗了。对，下次咱们就一个菜，一个菜一个饭。好，去吧，稍作休息。哎呀！挺大，哎。